大家好，我家前面的路也修过了啊，然后这边的树也伐掉了，这个地方到时候会用土把它给填起来，就像邻家这边一样，现在是把这里给清理一下，点好一点，现在好上了，给我画一个那个标准的停车位，这个你还要啥停车位？你的车又不开，那我买车装了，我肯定要开啊，只不过是晚一点，暖些了，我到时候再开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物件啊，我们这边叫石滚，那时候打长晒凉啊，都离不开它。现在这个东西已经被淘汰了啊。力哥你要不要？不要吧，不要不要弄哑了。你还没等我回答嘞，我天哪，我一想要也来不及啊。这个石滚有多赚？来把腿折去，来把腿。别碰它了，先弄一边。哎，呀，小姐打完什么不？弄不弄来。哎，我以为要是轻，我当拉轴了，再弄我也别拉轴了，拉不中。我抬进。哎，上不去啊！一会儿我打把手。那个，那后边弄的是啥弄？啥？后边那里头是啥？我的兔子。你，俺家兔子，那你的兔子这？从恁家兔子那个，不认识同根生，是不是俺家的？那时候从恁家拿过来的时候，真大一点，我家养真大了。你不能说还是恁家的。那因为啥现在里边只剩药，我还没问你呢。之前俩，他俩一块散步的时候走丢了一只。那这还是俺家的。等会这个兔子得退院了。退院了，反正你不用管了，我想办法。你咋想办法那个？你肯定啊，都是药，你还会什么？雷哥，你看，你也不过来帮忙，刚才一个砖头碰着手了，留下来的。我那时候我正在想做施工，我要不要嘞？我还没反应过来嘞，你可开干了。找窗帘。俺媳妇儿。不是，弟妹。心里怪堵啊。不是弟妹，你别贴了，给你是往贴的。你媳妇儿。干得很好，来，咦，你不相信我吗？别你上去吧。啊？我要留这个，这耗子这不要了吧？他不要啊，他给他盖着窝，给他盖窝嘞。盖啥窝？盖窝嘞。你这前面这一弄，这都没画出来，到时候都是停车位。而且还都在用。被他崩跑了吧？那个这。你那我这弄，这还要啊？这是。那不要啊？弄一碗，弄一碗，看一会儿啥结局了，兄弟。啊？得往这一放，得让放个脸盆来啥嘞，是吧？那个。之前呢，小的时候都听他大人说，这个石滚立起来是个技术活。这个任务交给你吧，猴子。来吧，还带我吧。哎，这立起来。好嘞 ，OK。哎，往这一放。光哥哥洗脸盆啊！哎，很好，这个废物再利用特别棒。我跟小雷哥接下来叫这模子清理出去，是吧？让这边有这个破砖烂瓦垫到这下面，不是结实吗？是不是？结实啊！你还慢慢走嘛，我回家，啊。不是你兔子经过我同意没有？我兔子我俺家兔子我经过你咋同意？